各位莲友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今仔日2019年4月7日，礼拜六，咱已经休两天吼，因为陪忙啦，一挂后生回来，所以趁因今仔日出去时，小可甲大家来讲一个话题就好吼。我是讲民进党即摆到底是安怎吼？咱想讲向白条咧款个感觉吼。除了蔡英文本身有问题啦吼。用马英九的官做马英九做的代志，害民进党所有的理念完全变质嘛吼。所以我甲观察一点就好啦吼，就是讲，民进党自从2008年5月20日啦，甲选做党主席的前因后果啦吼。当然迄当阵讲什么谢长廷大输啦，所以想甲人搭配嘛，等于无面接即个党主席啦。姚锡坤去互因排挤啦吼，所以谢长廷2008年的选情都赢当来即个柯信良嘛。伊毋知影柯信良即就是甲蔡英文有关系人啊。所以讲李登辉就安排蔡英文啦吼，甲柯信良即帮人当然甲国民党有关系的即柯信良对于即个。为调查局出来，之后边啊，即个谢长廷吼，包括苏贞昌等等遮，等于因遮甲新调了拢交结做伙啊，就是要请一个傀儡吼，来做一个因的即个等于讲吼代理人啦吼，是讲即个查某人、查某囡仔也无嫁娶吼，可能较有欺负的款，包括李彦祖迄当阵都。接受李登辉当来做中央院院长，以昌生计时，伊是讲即、這个蔡英文因兜较有钱吼，煞阁也愿意接即个以昌生计，无疑个伊甲尹念良踮遐咧交接咧，所以李彦祖当初嘛是去互利用着了吼，当然这无法度全面怪伊啦，因为等于讲民进党有法度接的遐头人，几乎拢是无民主接嘛，为有机会，姚锡坤甲李秀莲两个各种排挤在权力之外嘛，所以当初2008年5月20日，迄当阵诶民进党诶党主席的选举啊，就是互李登辉、新潮流、谢长廷、苏贞昌甲柯信良这帮人结做伙吼，等于用这个做傀儡啦。但是这个傀儡吼，伊是国民党栽培啊。所以当初2006年时啊，是民进党个内底等于讲替马英九替国强交接来陷害阿扁啊，甲阿扁个官员啊。即个所以咱是2016年伊选了用这个人，用安三姑呢，用害阿扁个上司惨拢成个，所以咱就是去个调查过去，所以知影即个代志嘛。所以国家讲，即2008年伊做党主席了。伊当初要选党主席时啊，伊即摆吼放一挂吼鹰派也是鹰粉的人哦，拢讲当初民进党已经溃败吼，无人要接所以讲伊勇敢承担嘛甲即个从废墟中再出来。你看蔡英文的支持者拢讲这套啦，包括蔡英文一即几工你甲。迄个赖清德咧初选时啊，你讲民进党需要伊啦，台湾需要伊啦，讲啊，那秘书讲吼，那伊做真好诶代志啦。讲三年中，伊毋知做错啥吼，伊勇敢改革，带承担带民进党安怎拄安怎。其中就是咧讲这段，讲好民进党若无伊吼，无法度行到即阵啊，即个足未见效诶国民党党国。诶，即个典型人物啦，即已经即正是再正式啦。但即摆民进党个支持者吼，有差不多一堆人啦。我卖讲一半啦，偌济啦，一堆人已经去哦，因只条啊卡啊白咧，拢甲洗脑洗到差不多真功夫啦。所以即摆民进党等于一个无好个过程中间吼。所以咱爱紧诶，有看有法度讲清遮人哦，有法度互因遮有反省诶机会哦。但是咧，咱来看讲伊2008年诶选举，实际上诶情形是安怎？当初毋是人要选，无人要选啊。
当然，游锡堃叫排挤了，本身也无钱，啊，因着什么选举，讲啊，即个蔡英文较有可能尔。啊，因为游锡堃甲李秀莲当初拢有参加总统的初选啦，一个手要搁接吼，感觉上啊，较歹势，啊无正当性较不足嘛，好。啊，但是去哦从中得利嘛。啊，迄当阵当初有辜宽民甲蔡同荣嘛。啊，尾啊，蔡同荣想讲啊，伊个财力甲辜宽民，伊个要过两个来写一个蔡英文同个机会较少啊。所以蔡同荣就是啊，急流勇退，所以辜宽民啊。啊，迄当阵真侪亲热个人拢支持辜宽民个较侪啦，但是去因安排就是讲哇，年轻人哦，马上入党，马上可以投票。啊，所以年轻人佫加成。啊，当然对这个老伙啊，辜宽民八十几岁啊，当然较不利啊。所以我讲，伊一路走来吼，拢咧修改初选办法，也未上任就咧修改啊。啊，所以讲咧修改中间，换过年要选什么一寡只的初选时啊，哦啊，新潮流因为吼，伊随口去封封杀嘛，所以伊就是要求袂使。党员的投票啊，啊减到剩三分，然后七分变作是民调啦。啊，民调迄当阵，大家讲爱排烂民调，新潮流佫运作讲袂使排烂民调，所以变作着不排烂的民调啊，三分的党员尔。所以新潮流就极尽靠伊的媒体的包装啊，甲媒体遮伊个2056年哦，已经甲遮的。连带 TVBS 啊，拢交接真好啊，甚至哪样拢替因安排啊，所以包括中天啦、啊，吼，包括东森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伊电视等等啊，新出来遮，大家等于拢咧支持，拢咧互因拍民进党咧讨好哪群咧，所以对于这块不排难民调啊，因有当时啊就获利啊，虽然因不一定有法度哦得到初选，但是最起码一只伊有法度。夹缝中取到一个优势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民进党的初选的演变啦，啊，所以5-5分变3-7分，3-7分了，佫甲蔡英文甲马英九两个佫点啊，你讲哇，这政党化吼，这若无好好解决的话吼，这阿拜若抓到有人头党员，还是回选的初选中间有回选的迄个可能是啊。都要撤销你的提名，还是讲，哇，啊，就假借讲这个名义啊，所以啦，变作为着要避免人头党员哦，结果拢用迄个签名调，个不排难的签名调。啊，当然对新潮流，对甲哪样有咧疏通的人，变作就是如何算啊？哦，啊，这就是因的阳谋啊。但是串门是还要甲马英九安尼做，当然是。要让这鹰派新势把民进党的思想转型嘛，就讲你若讲侵略的，你若讲甲党个尔，媒体就甲你夹吼，啊你就得不到中间选民来浅蓝的支持，所以你的民调的迄、那个，利益得失啊，啊你就较变作优势变作劣势啊，啊等于甲民进党慢慢转型，这就是蔡英文甲马英九。交接中间上重要的一部分啊，把你民进党的头脑变了，所以我唔才讲，伊用两种方法，一个是改变初选办法，哦，假借讲好，即政党的人头党员，一个就是国会分赃，还是用地方利益派系分赃嘛，互你国会嘛好，互你一地方的分配权吼，互你好康，互你有法度去啊，吃香喝辣的嘛，所以。你若去调调的吼，你着永远都是去互交调的嘛。啊，你去互白调的，你后摆都爱听伊的话啊。啊，听话当然，甲即阵你也看，即蔡英文身边是啊，一日一拢跳出来，哦，讲来挺伊，等于讲摒弃迄款的民进党的理念，公平初选，迄种的好的迄制度，甲好的理念价值啦，哎，都是安尼咧，甲你变进嘛。变作那像朱进党一个小国民党啊！啊，你看
因当初假借讲人头党员讲这贿选，所以人头党员不好选。但是呢，市人头党员上呢，对新潮流啊，你看单局一个人饲偌济的条啊卡，哦，啊，虽然讲伊即摆爱民调、全民调来讲，但是歹势啊，因若要摕到遮总党代表、总常委、总主委时啊，当然要一步一步来，所以因迄个市人头啊。国民党马英九的党国的事啊，会安抚因。但是你若正绿色的、正本土派，你若饲人头看卖，你试看卖，哦，你若饲无介济，哦，无影响到新潮流啊，即鹰派的即个利益的，甲伊的迄个宽社会啊，当然是睁一只闭一只啦。啊，甚至讲啊，也好啊，大家互相饲啦，饲饲下摆，伊就有法度甲你控制掉的啊，所以。有一寡表面上本土派的民意代表啊，其实讲啊，因嘛是转向北调的，啊，甚至因家己嘛本人变质啊，所以爱听命于南京皇啊，所以这就是整个安尼的变化来。但是你也看哦，尤其我着关心关注伊蔡英文本身哦，伊的初选啦，伊的新北市啊，就搁要选台北市。也是要两届总统选举时，伊安怎咧改变初选办法，对无？当初第一届就加些什么修改什么，年轻人入党马上可以选票的吼，不满一年都可以选票。啊，你若一般的老人袂是使哩，哦，啊，选一个年轻人加成吼，啊，叫全民调，哦，佮改一个什么对比式民调，哦，啊，着爱改什么复比式，对无？因人而异啊，尤其。2012年，迄阵要选总统时啊，苏贞昌也跳出来，哦，啊，柯信良也去也跳出来，啊，这，哦，咱这种的也有资格选，啊，顶回毋是咧讲啥霸王条款吗？啊，霸王条款，照讲就是讲吼，即个是等于讲是迄个一个是，哦，莫讲是死亡条款啦，就讲当初就是片面讲有即款的国民党卧底的人，吼，啊。党代表三分之二人拢无赞成的人，会跳来变做你的党主席，还是你的迄个总统候选人啊？安尼是要做一个防火墙用的，毋是讲即摆，迄个赖清德哦，你看赖清德是民进党即几年的内底刻意栽培嘛，好，甚至是民主主席呢，他有讲即个他有什么瑕疵嘞？佮什么霸王条款哦？那种最糟糕，不要用到这个，对吧？那左宗泰、苏贞昌、郑文灿，大大拢直接咧讲这个话，这就足问题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我讲蔡英文啊，大概咧初选时啊，啊，大概就拢咧变有诶无诶咧。啊，我即摆甲查两个关键时刻，你看2011年时啊，迄当阵当然吼，伊、哦、甲。苏贞昌啦，甲柯信良安尼初选，其实讲诶，因民调嘛，拢差一丝仔尔，但是柯信良都内底焦急啊，啊，即个不管啊，我着看讲即个不分区诶选举啊，竟然蔡英文做党主席，伊安怎修改呢？伊修改讲吼，2011年迄个要选2012年诶不分区吼，即个提名啦，由党主席来提出。7到9名的人组一个提名委员会，然后这提名委员会哦，因就去找哦15至31个不分区的名单，啊，可能有安全名单哦，啊，即个出时，和党主席来主持这个提名会议，啊，党主席主持提名会议时啊，就是因家提出来名单。爱照排序由党主席去决定排序，哦，一同意才会用决定的啦，因为有安全名单的问题嘛，啊有排一第二三名的问题嘛，哦，也是候补的问题啊，啊但即摆排了吼，注意哦，即摆即爱经过中执委，中执委三一个嘛，中执委开会通过，啊搁出来哦，因是爱。包裹表决哦，包裹表决啊 ，yes or no， 就是讲
一包括表示这三一个名单出来，中组委全部通过，一个就袂使留。如果呐一个无过，就表示讲安尼拢无过。意思讲哦，党主席叫七个至九个只提名委员提出来名单，由党主席排好排序了，予中组委决定同意通过或不通过。袂使讲啊，拍掉一个，拍掉一个就拢无算了，对啦。啊，变做啦，全部拢听党主席的指挥就对啦。有这款的提名无？安尼是谁说的算？当然是党主席说的算啊。安尼就白掉啊。第一，这部分区可以会影响到区立委啊。安怎讲呢？因为有的区立委家己。哦，形势无好诶时阵，也是讲哦，即个区有变化诶时阵啊，哦，无爱甲哪样好好选举，当然哦，也是讲伊遮有哦，比如讲是高雄市李芬哲是单局诶，对啦，啊，当然伊单局嘛，伊要硬甲伊选啊，变做两败俱伤，像迄林进新有无，副甲尾两个拢输去啊，所以。但基麦都唔敢，但基麦尾来变做鹰派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无你家提一个部分区啊，啊，但来部分区，佫是啊，伊提名通过，所以是毋是遮区域甲部分区的几乎拢去白掉的？哦，因为未来遮区域的要选举，嘛是爱看党主席的民主啊。啊，这就是整个甲白掉的。啊，一去年啊，即摆毋准备要佫两千空。啊，两千零二十年的部分区的这个选举啊，因为你像高雄市屏东县有一挂减一席嘛，啊减一席，这人啊，你看管碧林啊、苏俊清啊，这个是不是拢是陈明文号召之下连输徛台来挺出来无？因就是啊，因要争出部分区啊，所以你看，进前两千零十一年，伊就已经甲拔掉了，即摆两千零十七年、十八年啊，佫。加重啊啦哩啦，讲一不做二不休啦，竟然甲只总主委啊，全部哦，全部拢同武进前，啊，遮当然是蔡英文叫你遮中常会诶名单先袂啦好，然后恁遮条卡总主委哦，几个分几个，几个分几个哦，新调来分几个，鹰派分几个哦，单兵文来分几个哦啊。迄、那个三立的海派分几个，啊，迄个陈胜宏哦，合作的因客别的即个阳性的即个绿色阵线分几个，苏贞昌分几个哦，啊，郑国分几个，这就是安尼来啊。所以变作白白，我甲看中常委十七个啊，七个都、就是哦，比如讲党主席当然中常委，然后个。三个管局长的吼，叶家树当然中常委，啊，搁只管局长诶副选一个吼、哦，是林六昌，啊，即个党团，你看伊三个，啊，三个嘛是苏家全因派只派入诶，啊，所以另外十个都是安排，哦，你当局一个，哦，啊，你郑文灿的一个，哦，郑宝清，哦，你三立海派，哦，派一个王定宇。啊，安尼直直排落啊！哦，啊，搁部分区的，哦，我串门排三四个，所以我串门呢，亲信都排爱选的五个，哦，啊，搁新潮流，搁郑文灿，搁海派，啊，都留一个给郑国辉、高志鹏，啊，即摆高志鹏挑工家个来关，啊，等于所以十七个等于是串门提名，安尼敢无正明显？所以即届中组委、中评委全部。中主委三一个，啊，中评委十一个，中常委十七个，全部几乎拢是串门决定的啊！啊，毋是一步做不休，啊，排部分区的区域的嘛是要听串门的，所以这就是因为串门整个甲民进党变作家己的奴才党一言堂，干部照样中，所以历史痕迹就是串门竟然甲民进党整个白都比。国民党还佫较独裁的议员堂，你看即摆马英九较无宽恕，但是伊拔着即东山以外，伊就较唔敢踮咧插手嘛，因为伊大败过啊，
所以一挂人也不一定爱听伊啊。所以各方豪杰，吼、哦，卖讲豪杰啦，对，各方英雄好汉拢徛。哦，什么韩国瑜也变成这一个，啊，无想民进党起码都三国归统都出串门呀，啊，串门后壁都叫伊个好啊，柯信良、洪基昌家人甲鹰派四四绑条呀，靠中国个势来绑条，所以即摆串门变成什么款呢？所以已经笑平个啦。有这个蛛丝马迹可循的话，所以我唔想讲哦，民进党已经去白家比共产党较共产党，比国民党较国民党啊，安尼这政党敢要存在意义啊？所以这个选举看呢，思想非常非常难看啦，一个一个去用白的，啊遐以前看起要有一挂本土派，啊种要有一挂立言的迄个价值，即马拢无啊嘛，荡然无存啊嘛，这思想难看啊，一个一个拢啊跳出来。啊，那做一个奴才党啊，真正讲啊，等于是独裁一言堂的奴才政党啊。你看这三个甲管的，这什么政党啊？既然安尼是，干嘛停了嘞？所以我来讲吼，唔免阁惊，互伊恐吓讲好啊，万一叫国民党赢伊吼，无菜来比吼，安尼民进党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这民进党比共产党比国民党较可怕啦。伊也使阁停落。所以当人唔好讲啊，去用洗脑无大劲，各方安尼骗甲骗唔知，啊，既然就遮严重啊，咱就打掉重练啦，打掉重练啦。第一个药物就是卖互串门连任，最好是卖互选。哦，伊即卖若敢用菜来骗硬霸王条款了，当人爱开抗争。哦，你无了当人迄个，当然想选一定爱出一个备胎啦。啊，这阿伯先无讲啦，吼、哦，咱就。但伊即个初选，看中间是毋是应该要阿爸家咧，下摆阿姐，我希望有人带头抗争，吼、哦，抗议讲即民进党已经去用白掉咧，安尼是加减讲要法度解救本土的精神的理念的人，够有法度不组一个正港的本土政党，因为当初1986年因安怎成立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9月28安怎是宜山成立？有迄个蒋经国的影子是啊嘛，所以等于是一个人讲诶，是情治政党啊，对调查个叫别啊东厂派来卧底的，十个都有六七个、七八个啦。啊，这即一半以上拢去哦，国民党白掉的嘛。啊，即卖已经靠这蔡英文、柯信良、谢东锦这东厂的叫别啊，甲党国栽培的人已经整个占领一个民进党啊。安尼敢台湾人敢看看无？好，好，明后日咱有时间再去补充啦吼。明仔载我有时间啦，后日我会稍微讲着。习近平跟蔡英文早就有关系，我一个线索而已啦。1985年啊，当初邓小平亲赴这个厦门的时阵啦吼，当初就讲啊，希望有一个成立一个经济特区啦吼。啊，当然，即深圳经济特区、厦门经济特区，都是为1980年过来85年、87年啊，加两三波的经济特区。那么，即个厦门的经济特区1985年成立，拄好迄当阵啊，一个副常委啊，胡耀邦因新妇啊，哦，一个叫做安伟啊啥人吼。啊，这个出一个问题啦，吼、哦，一寡贪污啊，伤嚣摆的，所以多派习近平来。所以习近平只啊，厦门市的常委开始，然后1990年来升做福州市的这个书记啊，迄当阵就几乎是等于是台商对台湾的统战的前哨战的重要关卡。所以你啊看，1985年、1990年到2002年，1997年，伊开始接到这个啊、所谓福建省的代省长。1999年甲2000年，尤其甲2002年做福建省的省长兼书记的时阵啊，迄当阵就是咧配合台湾的小三通啊。所以阿扁总统的小三通，我嘛无赞成，但是啦。迄当阵，我嘛是一个体谅，因为2001年时有一个科技泡沫化，但是科技泡沫化是无法度，国民党过一
国会咧背阁，只好是请王金平请出来考萧万长，啊，结果就是甲林全的好朋友，派林全推荐的好朋友陈天之，甲陆委会强调是两岸者的规划的蔡英文派伊的左右手的邓振中啊。家人就去规划小三通嫁入班级主行，迄当阵就是等于予厦门、福州、福建省遮重大的利益啦。所以当初习近平，伊当初就规划予遮个所谓电子资讯啦、机械电器品啦、甲遮个石化化工啊，即拢是台湾上优势。迄当阵只有一。占世界上重要的遮个生产大纲啊，结果规盘是习近平是福建省的省长是啊，所以当初是毋是去连战嘛好啊？这个郭台铭遮个大纲是毋是拢大量去啊？都是甲习近平点啊交接嘛，所以习近平只啊得到足大利益，甲包括面顶讲赞赏讲哦，中国为世界。工厂进化版快速崛起啊！对习近平，所以习近平当初的发迹，甲蔡英文真有关系啦。所以这连江，咱才好过来找这资料，大家嘛去找看卖。哦，你主要去看习近平的发迹史。哦，伊个是1997年甲2002年时，安怎是福建这个省这个所在啊，有法度甲台商统一的交接啊。而且祸及重大台湾的台钢、台湾资源卖台价，获得重大突破啊！所以习近平有法度在迄个时阵啊，在2007年、2002年，伊成功了，怎派去浙江省当哦，加尾啊，升当加省党主、省委主书记嘛。所以国家大门大放嘛，哦，像咱台商去啊，聚集所的昆山。啊、哦！诶，工业区就是迄当阵设立啦，所以有法度予迄个哦，我本来要休息工啦，是讲拄好阮两个后生出去吼，就朋友我做浪站来讲一次啊。对，今日第一个就讲蔡英文阿那咧白民进党，就是中间两个主意，就是修改初选办法，白掉就民进党诶提名。诶，即个掌控权吼、哦，全部的掌控权，因为为地方甲中央，伊个中央即个部分区甲区域，甚至中央管市长拢爱伊通过，你一步一步来啦，吼、哦，只有拢接受叫白条，所以莫怪大家咱落在咧，所以民进党有法度，即短短正十年去哦，蔡英文为首的即个党国栽培的人来整个控制民进吼，和民进党变作。独裁一言堂的奴才，群主政党吼，多四种的名，即四种的特色，等于讲吼不堪，很不堪的民进党，已经啊变作即种啊大变质啊，变作世界的笨作党啊。即第一个，即蛛丝马迹吼，即2011年。迄当阵的不分区的修改，由党主席来掌控了。即摆是2017年、18年，即中常会中间的甲中评执委、甲中评委，全部11个中评委、31个中执委、甲17个中常委，全部由党主席一个说的算了。安尼即是什么政党？所以已经足明显了。哦，所以我第二个就补充讲。习近平在1985年派去厦门市做副市长，甲市委市常委了，开始一直甲福州省安那通检的即前哨站吼，1990年代，甲1997年，然后1999年派甲整个福建省的大省长甲省委书记2002年安那。配合台湾的小三通啊，当初小三通最大的潜力核心来讲，最大的规划都是蔡英文，安尼是就可以连接出来讲，伊即摆甲蔡
习近平甲蔡英文到底什么关系？未来咱好好来过来研究一下哈。好，今天讲到这。